这是一个暖心的好消息，相信中韩两国民众都会由衷感到高兴。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和名片，是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使者。爱宝的第一个宝宝熊猫福宝深受韩国民众喜爱，相信新熊猫宝宝的诞生也会给大家带来喜悦和福气。我们祝愿这两只熊猫幼崽茁壮成长，同他们的姐姐福宝一样，为增进中韩人民的友好感情发挥积极作用。